小朋友去吹发无上妖灵，准备引爆各地色情人，西藏武林面临物质震撼。好，地下室为主要号，李天照已在做成，双方互不相让，阵端不亏。九天下手，我必将令敌听，灭毒化解。地下室万机飞燕未解，李天照顿降敌手。地下室随即冲上九天，好。无言高手，不攻不天，圣人传天，全面封锁妖气上。一气妖气最终，各处杀神人，终归冰雪。幸福鸟，你的思念都是生得不畅啊！看情况，一时难以突破。哈哈哈！这份孝礼。注定要生活这座人间，虽然迈向走路的体会，你的状况有影，还走路不好气力，真是讨厌。妖秀，来生一捧印，好。一个凶手对凶，木桥奴该停步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走不掉路，又是空间混沌，无人之处。你们所能用这个方式出道，这次难以突得路。不错，我会修掉。林白虎，既然木蛟奴身份已经别着，那就可以进行最后一局，历代特工。你若亚车小王以九变妖气，为我完成最后的计策。心若清扫那兵不敌之风，配合行动意义卖关一路。是李天照，如虹，是好高。哈哈哈！本将最深有什么很放心的，也需要你得的通知。这处林氏令吾上清凉，走入心已满足。你这句话甚是感怀。你真不愧是走入人定的底心，清凉如果人生只剩最后一日。你也想怎样过？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在人生最后一刻，但愿留着美好，不留遗憾。留着美好，不留遗憾吗？那一日也是怎样的黄昏？而且，你顶日收到孙的那诺干里，都在哪里？在左边，也是在右边？大刀欢喜。岂可左右？你的意思是道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包容。逐机随遇，该是相望之时。那道也在情爱之中吧。不坚可欲，私心不乱，不乱之心，修道之间。哈，你心乱了。姑娘萍水相逢，想不在了我修道。你救了我干什么？接受我家就是上天最后的安排。青阳子走入最上完满的遗憾，果然也是。无什么。娘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
哪里？对我惊变死。你被人一重视，令子女无法拒绝。风土无常，林振威历史真爱被龙关遗址，如今颁布的潮流，尚存昔日的庄严。要记得此地是何处吗？此地是碧龙关，而遥远的古往，只要随着风沙慢慢回响，不战失去。渡家先锋，一生一代一乡人，情到两处相分，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水村。旧乡难桥易砌，旧城撇海难分。欲用上风阴凉阵，相对望兵。道者，你可知影？你温柔如刀，刻骨铭心。姑娘，你这是何苦？了断这个缘，何归彼此折磨？我救你两次。不是要你资金，若不是与你相恋相伴，我家宁愿死。姑娘，我这一生只问道不问情，与你相恶而不相知，也许是彼此的不幸。不是，咱是天生的一对，天生一对，奈何缘尽，人妖殊途，我都不忘。道者，道者，姑娘，这死的救恨，如既时之来，并回首，又是披落红船永相逢。青庸，道者，为何迟迟不返？只因念念不忘。你可知漫长的时间，你所等不过是一张空。在我眼里，所谓一切都无了意义。也许我根本不是你等的伊，我实在不忍你在最后带着遗憾离开。青庸，爱一分，另有多情；做一善，怎样度过？念一梦。如何思量？青庸，你可知这段日子走路是如何度过？我是嫉妒，我是羞愧。一眼姻缘再苦，也不离不弃。敌足敌气，哪怕不敌英雄，见你对我柔柔不服，我不仁也不忍。以为走路此情之时，咱万分人妖殊途，现在。论用情至深，你是人类无别。哈哈，你真大心。我问你一声，何事？小心一直临身，你是否也将消息？是中天与向下王之分，做走路都破必要还封印。小心降世，我也将归还向下王之力，然后回归妖怪。你坚持阴谋杀生人，又是为了什么？走路下力不及过往，必须吸收西灵及其补充，因不失信仰，将获得勇气不尽的力量。自此来，这便将销魂归还以销心，也令不朽必要关禁锢。为了与你长相厮守，走路绝不愿再回必要关。那你要等什么？你一瞬间的机会着。古今让他将青庸子，东水西面都嫁了。